在铁路上行走的旅程还没结束，我们碰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瓶颈，一两条铁道桥，有没有人想跟我一起走过去啊？摔下去应该就是顶多就是鸡大便、鸭大便、人大便、狗在身上啊。走吧。靠！不要跳。来，走。哦，鬼，你怕死了？看前面这些小朋友已经走过来，你看人家神色自若的走过来。